阿星教你打 B-box， 清晨录音棚教学时间。今天我们来学习连鼓技巧，我们请到了非常英俊潇洒的白莲老师。Hello， 我是白莲。啊，白莲老师非常的有气质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教什么？连鼓啊，对，我教个就比较常用，而且比较容易上嘴的一个连鼓，就是不得不得。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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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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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不得不得啊，就很简单的念出来就可以，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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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哇，就这样子。那怎么就前面，对，前面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，就是要练快，要快，但是快不了。我之前在练的时候就是一直没有停，就我按了一个那个计时器，对，然后十分钟一直就是这么练的，对，他也太拼了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，就只能这样子。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这个得，我的做法是它有点像 high hand， 但是要用嘴唇包住。哦。啊，就是你说不得不得的得的时候，嘴唇是接触着的，闭着的。对对对。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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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也没事，对，也不是很难。把这种技巧加到节奏里面怎么打？简单的节奏就是，一连着打的呢。这比较简单，就是前面大鼓嘣，然后中间都是不得不得不得不咔，再回来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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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咔，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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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咔，对，简单的节奏是这样子。哇，这个好厉害，因为我这个不是非常厉害，很弱，所以我不得不请到白莲老师来。哎，我不得不不得不请你来。不，对，哎，那除了这个不得不，还有别的技巧吗？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不滋滋。就是 hi hi 大鼓，还有 hi hi 大鼓。前期练的时候就是，然后练到后面快的时候，会这个字会变成那个刚才的那个得，对。哇。对，那么慢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快的时候就。哇。对，然后节奏呢也是比较简单。前面就是不，对，不，然后中间都是不得不得不得的，然后啪再回来不啪，哦，对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就只能练，就听起来非常的容易，就是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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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很难，大家要多练啊。对，行，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到这儿，连鼓技巧下课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星。关注屏幕下方清晨录音棚公共账号，回复 B-box 教学，我在后台等着你。